八都走了，得了急性肠胃炎跟心脏病。这只狗狗是我去年3月18跟月姐一起救助的，在送医院的路上，刚到医院还没开始检查就走了，然后走了之后又给他做了检查。没有啊，急性肠胃炎跟急性心脏病。你刚才从车上抱的时候它还动呢，爪子老有劲了。1年零2个月，救回了1年零2个月。当时是因为肿瘤，主人不给治疗，然后把它给抛弃了。我跟月姐晚上淋着雨，把它救回了基地，给它肿瘤做了手术。就在我们基地享受了1年零2个月。放得下吗？这个？有罐头吗？给他放点吃的。放个罐头，放个营养膏。可以啊，放罐头，放个营养膏嘛。拿罐头就行。没有罐头吗？胶带粘着呗。